陆佳英同 Mira 成员吕卓安合作拍旅游节目，佢哋仲一齐去台湾度逗聊女仔添。哇 ，Lisa 姐知道会唔会嬲噶？问咗佢噶啦，我将我节目情况讲俾佢听噶啦。咁佢话嗱，你唔好乱嚟啊，有啲礼貌啊，冇立乱搭人嘅膊头啊，人哋女仔唔中意噶咁样咯。系咪话都要同另外嗰个小鲜肉比赛？嗰啲女仔中意你多啲，唔中意你多啲？是咯，導演想了這個條這樣的橋，讓我和我小鮮肉在處真的口和心不和，每天都在這裡，誰贏啊？當然是他贏啦，他那麼年輕，我那麼老，那些女生當然喜歡年輕的啦，你說是不是？你也喜歡年輕的啦。今個月是 Lisa 姐生日，會不會一起去旅行呢？沒有啊，因為我接了一部電影賀歲的，那天我都要拍緊戲，咁夜晚黑可能同佢食餐饭咁样啦，我请佢食啦，梗系。嚟紧九月，嘉英哥就会同 Lisa 姐一齐做粤剧。不过嘉英哥啱啱先至做完前列腺手术 ，Lisa 姐又有冇煲下汤水俾你进补呢？有啊有啊，咁啊每天要饮鸡胸肉嘅鸡汁，运动啊各各做啦，因为佢又要排舞啦，亦都要排练啦。咁我自己就會去打下高爾夫啊，踢下足球啊，同埋跑下步咁咯。